我们来看这个三条超级幸运的命运线，也就是事业线啊。首先一个呢，是从这个手腕啊，一直手腕开始，也就是坎宫的位置，这里一般人都有很多杂乱干扰啊。就是说，从手腕附近没有什么杂乱干扰，很干净，直线往上升啊，升到这个中指下方，这个是最强的命运线啊。只要你这个运用的正确啊，运势发挥作用啊，包括。这块肌肉，也就是说金星丘出现在手掌比较饱满的话啊，那么再加上这么一条非常强的事业线，那么与其在公司工作，不如去创业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阶段呢，是能量很强的，所以说它是一个强烈的、有自主意识的啊、自我的、比较自负的一个独行者啊，所以说要小心啊，这个时期小心这个小人，这个在后面捣鬼啊。第二个呢是。这个双命运线啊，双命运线呢是这个代表有双倍的力量啊，可以提高工作运气和社交运气，能够靠自己成功的道路上的稳步前进啊，就是说顺其自然的，它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此外呢，可以同时有两件事的本领啊，有一个非常灵巧的双手或者是灵巧的头脑啊，一边专注一件事情，另外呢寻求新的发展啊，这是一个主业和副业同时做的手相。那么第三个呢是均衡的，均衡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M 字纹，就是说它的生命线、感情线啊、智慧线、命运线四条主线连接起来，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M 字纹的纹路啊，说明这四大主线这个形态都非常不错啊，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啊，拥有非常聪明的头脑啊，还有稳定的情绪啊，甚至还有一个非常能够把握成功的一种力量。啊，良好的平衡啊，意味着他被赋予了整体的好运啊，是一个勤奋的人，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所以说相信自己，走上这条路，很可能，幸运的成为你自己想要的人啊，这是一个 M 字纹非常平衡的手相特点。